卡住了 ，KG。听到了，哎呦，气气！哎，艾琳的小刀，然后呢？要选艾琳小刀是不是？哦，要跑出去是不是？拿完刀然后跑出去哦。好，我以为拿刀回头就扁他，然后就出现猎奇的剧情这样，然后两个人就女子什么泥巴摔脚这样。拿着小刀冲出去。啦啦啦啦啦啦！啦啦啦啦啦啦！这情况会不一样。韩蜜，韩蜜，刚刚只是懒得更新。对啊，偶尔会玩别的游戏，是最近一直有人叫我玩这个游戏，我今天好不容易才开的。哎呦，万圣节吗？绝对不是我。哪刀？等一下就关实况破第三个剧情，呵呵。乌鲁塞，你在做什么？啊，哪招？你在大声啥？你在六啥？啊，一颗小眼睛还在眨欸。两个人，两个人要特写。啊，他已经跑掉了，好吧，只好看他的特写。嘿，啊，算了算了，好恶心。谢谢。原来如此。竟然用呼呼！
这结局好凄惨啊！JK， 赶快让这腹黑的小 S 个鸡排吃吧。不是旁边出现那个黑猫。那我死亡次数还太少了哎、欸，他那没塞。大家好，我是特别来宾。刚刚讲话的那个人是板大，别打我。臭 JK， 哈哈、啊、，IB 我实况过了，你可以翻。哎、欸，好像被洗掉了。对吧？换个结局，呵呵，说不定有第二集哟、哦。呼呼，哎呦，你也知道日本人超爱笑。嗯嗯，就这样。怎么我臭？拿刀！晚安晚安，阿亚斯咪。小萝莉，小萝莉。本猫，我们关实况，我们玩黑猫的好了。我都不敢玩欸。对，我玩黑猫的啊。那我开 Skype， 我们一起看就好，不要公开。啊？就用 Skype 转播啊，这样就不要公开，呵呵。有啊，我下面游戏预定里面有啊，有那个刺客三。好了，感谢各位陪我今天嘻嘻哈哈尖叫度过哟这个晚上。然后呢，准备要换游戏啊，不，要关台，呵呵。对啊，整个 GG 啊！我每天有空都会实况啊，如果睡着了就算。拿到 PVP 护出来护猫了，晚安。哎，那个拿刀刀那个也是女的好吗？她也是女生呢，干嘛拿刀？没收。我刚按了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在打字啊。好吧，我们就停在 Game Over 这个画面。Boss Man 死亡木，没有啊，换游戏换标题啊，呵呵呵呵呵，给他多死几次，不给他糊糊。你要死几次啊？
只到100次吗？那他多死几次啊？不要存档，不要存档。好，我们就玩黑猫的。不要存档。耶！JK 陈勋，再赶快去抓答案吧。好、啊、，NG 什么的不重要了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所以黑猫好像是感觉是那个主角要引诱那个魔女进去的感觉，不进去呢？不进去呢？啊！被吸进去，拜拜。好啦好啦啦，接下来就不实况，呵呵，大家拜拜，早安，晚安，不是早安。Q B 原来是黑色的 Q B。人家就是不进去，拜拜，早点睡哦，大家早点睡，伴随着可爱魔女的眼神一起睡觉觉。